觉得今天三位航天员老师的表现可以用行云流水圆满成功来形容。和大家一样，其实到现在呢，我还在沉浸在刚才的授课的回味之中。那说到小故事呢，其实有一个事情也特别想和大家分享，就是大家今天在空间站看到的这个精彩的奇妙乒乓球实验，其实并不是我们地面最初设计的方案。这个我们地面设计的方案呢，航天员老师在轨验证之后发现，哎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。然后呢，他们作为博士乘组嘛，所以就在轨自主探索，利用在轨的这些材料，自己找到了这个方案，自制了运动干毛巾的乒乓球拍。那么我们的博士乘组真的是非常专业，能力非常强。